大家好，我是老胡，我们现在来到了哈密顿瀑布，也叫阿比恩瀑布，比我们昨天看的瀑布大了。我们现在在这个山顶上录一下，围墙也围住了，不能到近处看，我只能在围墙的外面录一下。我们现在又来到了另外一个瀑布，洛鲁瀑布 （Buttermilk Falls），水不大。这冲的这个峡谷倒很深，那它原来的痕迹冲的，嗯，原来水对，那么深，对，整个这一个峡谷，这底下就是一个大峡谷，这里看不见，水很少，看水就这么一点。我今天带着大家看两个小的瀑布，这个是在哈密顿境内。前面介绍了有名有姓的是156个瀑布，我们现在行走在森林里的步道里。过几天我就带大家去看那个大的瀑布——尼加拉大瀑布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再见。